那因为先前有参加说明会的，那也有缴费完成报名的，就有送这个，送这个投书了啊、哦，哎，梳头用的了啊、哦，这边可以梳头啊。这两个是主要是按摩睛明穴，让我们的眼睛穴道可以释放压力。那这个就是针对说明会当天才有送啊，因为说明会你有缴费报名，我们才会开成。像第一个那个。那个杨同学，你是之前台中就没有开成，就是现场如果人数不够就不会开，可能要等一年，像台中要等明年，哦，所以就是也是感谢大家就是勇于报名哈，哦，要有这种魄力 keep it，听着觉得不错，立刻刷卡，这是好的哈，哦，因为我经常干这种事情，这个是什么？这代表你的肝经系统是很好的，说明会有讲，这样你自己把脉，把我们的心包经，代表你心脏。那肝经就中间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做很多事哦，会比较畏畏缩缩，就会考虑很多，考虑很多你错过可能就过了一年之后了。像也有一些美国的学员有来信说想要上课，但他就错过这期，要等明年。哦，明年大概3、4月了，所以当下及时，只有当下是最真实。像我学的东西都是把握当下，因为有当下我有那个冲力，我若过了那冲力。就没了哦，没了就不会想再学。那我们的经络这系统它比较独特，那我们有12个相次要教，那有6周要完成，上午一个相次啦，下午一个相次。那可以的话就尽可能就是不要缺课哦。那这边它有规定，若缺课超过一定的堂数，你就拿不到它证书。再来就是如果你要拿他们的英文证书，要另外申请，一样是付费100块哦。对，你的英文的名字要跟你护照完全一样，哦，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我这做的音乐，它要设定这个版权所有人跟什么作曲家或是作词者都要护照完全一样哦，因为它牵扯到这个国家的国际上的一些规定。好，那你如果有是我的学员的话，你后续你如果要开店呐，或者是说有工作室，你不管是做按摩。或做瑜伽，或做其他身心灵的，你会用到音乐哈，我就无偿让各位使用。那有多少呢？我现在新的发行了哈，你会看到11月1号开始会有一个叫 Relax 100，代表什么？拍手。对，放松的曲目100首，我搞很久。其实我做音乐也是花不少钱，但是我不会管那些哈。我说明会有说，我换了3家发行商，换到第4家，哎，最贵，但是我觉得最好，因为他英国人，不是美国人，美国人很复杂，要先完成报税才能拿到钱，光是这一关我就把我打趴了，我就想啊算了，好，这个有100首，那你可以用在你自己，不管是工作啊，或是店面都可以使用，我觉得它很方便，它的这个因为我自己过滤掉很多。不适合的音乐，所以我才把它完成这个。后面还有做别的啊，那现在已经有的就是其他的了。这个类似是属于经络的音乐，12经络音乐，这个也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加减用啊。好，这是讲这部分。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就是讲这个主题。这个上午我们主要是教手部经络，要把它如何打开。手部有6条经脉了，那这个相关的图呢已经放到这个。Line 的里面哈，Line 的图档，那也可以参考。好，像我们手部呢有6条经脉，内侧有3条。那我们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经络这东西太复杂了，或是不好记，我觉得不要特别记它，你要有概念就好，先把概念建立，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记住，而且重点也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大家认为经络是什么？还是五叉场？无形无相。好，我现在示范。下周哈，下周要请假，先举手。没有，先示范这个啊。我们人的精气神到底是怎么样在运行？在这个宇宙当中，你是不知道。这很像我们的手机 WiFi，你没有 WiFi 是没办法运行，你收不到讯息。这是真哈。这是0.5寸，下周会教你各位扎自己，不要扎别人，扎别人你就是犯法哈、哦。好，
这个叫无菌针。通常以前呢，我是不会带酒精的。那这个现在因为自从有疫情之后，大家都会带酒精嘛，你就可以消毒，你可以喷头了。哦，那我会扎头，我让你理解什么叫经络哈、哦。你现在看我的眼睛，哪边眼睛比较低？这眼，哦，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可能这边都压迫神经哈、哦。这个有一个插销，下周还会再介绍各位亲自品尝哈、哦，插销。不用紧张，大家都觉得很紧张，有什么好怕？身体是空的，耳尖对上来交叉鼻梁，正中央是百会穴，这大概应该有概念哈、哦。武侠小说经常介绍百会穴嘛，但我要讲的是旁边两个，旁开两指骨，这要同身寸，小朋友用小朋友手来量，成人你自己用自己手来量，量这边两指骨。哎，还有我先声明哈、哦，你可以不要学这个，我只是附带教的，学到你是赚到，有一天你用到，搞不好帮助你很大哈、哦。啊，或者是你出国玩啊，不管什么状况，你会用，那比别人好多了。但你要用那个头梳或是刮痧棒按摩也可以。但是我要示范，就是什么叫经络的东西，它真正目的在干嘛？这是一个银针，然后类似古代叫银针。好，我现在插销已经拔掉，这个针是可以活动的，只是有一个管子。好，再讲一遍啊，百会穴旁开两指骨，叫两个穴道，膀胱经叫通天穴，可以通天。好、哦，我现在左边眼睛低嘛，十秒钟，百会穴旁开两指骨，好、哦，做侧面了，脚步竞争角度大概只有十度左右，好，我现在我的中指已经竞争了，压到底，管子在这放旁边，然后你会看到我的手在蹬顶对不对？看，好，我现在稍微扶着把推进去。就这样结束。好、啊，那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数很快，是上了，是吧？很神奇吧？这就经络。好，大家，如果你的概念是停留在什么脚底按摩、哑铃啊，或、哦、啊这些，当然你在 YouTube 也有人讲什么经络什么开启什么第六眼啊、神通啊这些，那个我不专长，听听就好。但是我告诉可以实用的层面，就是这就是在接天地气，因为它就像早期我们那个手机还有一根天线要拉出来的，那你就是我年代的。现在没有那种手机那根天线了，像以前诺基亚还有一根那个天线要拔出来抽出来，哦，那天线断掉你就讯号不好，这个叫天线。所以真正的经络是我们有五脏六腑十二条经络。那奇经八脉有八条脉络，重点你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本源在奇经八脉哈。你有一个备用的电池，像 USB 类似那种充电宝，你很少在用，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它。那我们平常用的是十二生经的电，十二条经络的电在这里，这很容易消耗完，所以你会经常疲惫要睡眠，甚至有人。中了疫情打了疫苗之后说身体、哦、垮掉很多、哦、经常很疲惫或是健忘，各种副作用都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一直在消耗，这个消耗完理论上这个要来补充它，但是因为你冬天断层你接不到，这个就是奇经八脉。所以古代在很多道家的系统啊，很重视这个。那这个奇经八脉要怎么补充？当你这个要补充在这，这是一个你缺损的，这边补过来，这个是主要的，这是奇经八脉。好，这个如果没有电的时候，你是要充电，你充电宝没有电也是要充电的，它不可能无中生有，这电就从你不知道的十方宇宙来。好，我现在先告诉你，这个就是说，像如果你胃痛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心秀、哦、有个心群啊，就叫胃秀，这个心秀，它传输能量到我们胃经。我现在讲就是，你这可能很夸张，哦，但是它就是这样。肝经也有，像我现在做膀胱经也有，膀胱经就是水道，啊、哦，全身的水循环，血循环有两个，一个是肾经，一个就是膀胱经。肾主入，膀胱经主出，
你要尿尿就要膀胱经要出去了，这水。所以生命的源头从水，一滴水开始。哦，古老的不管是易经啊、东方思维、道家系统，或是什么佛家对水很重视，所以老子道德经讲什么上善是水。好，我们的生命的70%以上的构成也是水，所以你水要干净，你要能够出，就是跟膀胱经有关，你要能够入，就肾经。那肾要怎么入这个水，还有分肾藏志，跟你的志气志向有关。你这志气志向如果很萎靡，你的水的流动就 不佳，水的元素你就够不到。好，现在这是膀胱经的，我现在已经扎了一根了，对不对？那我以前在中医诊所 生病就自己扎针扎在头，然后工作一整天，所以我这三根针可以一直到下午5点钟下课，好，5点半下课之后再拔起来都没关系。我是这样在照顾自己的身体的哈。我们真的坊间常在有人常在讲说什么要照顾好自己身体，请问你们都怎么照顾？吃好一点，睡好一点。其实所有针灸里面呢，我觉得这个比按摩还不痛，按摩还比较痛，扎针不会痛。你们认为扎针痛了，其实都是被自己骗了。最不痛就头。好，我现在扎另外一边喽，正中央，我再试完一次，我现在是右边喽，央子窟，角度10度，啊、哦，5到10，我现在中指进针完成喽，管子拔起来喽。哦，我现在为了让你看，我才摸这个针笔给你看嘛，不住针推进去哦，你看很顺啊。有人已经这样太惊讶了，10秒钟对，还是要数19、8、7、6、5、4、3，我都数很快，可能5秒，感觉有平衡了，我自己都有感觉。为什么这叫通气呢？所以宇宙间有不同方位、不同的星际能量在传输，你看不见，你以为这个星系距离我们很遥远。接收不到能量，其实错了。在整体来讲，空间是一，所以道家会已经讲一，啊、哦，由一才产生太极跟阴阳，所以你要有这个概念。你学经络也是一样，阴跟阳是二，但是阴跟阳合起来还是一，总体来讲还是一。好、哦，好，如果你很想睡，下礼拜很想睡的话，就可以自己扎两根，你马上就充电开始。我讲真的，你会开始眼睛变亮。好，我是固定会扎啦。好，特别是有时候你要想东西，像你知道我现在做的曲子应该有300首以上，光是那个放松那个就100首，那个是没有歌曲，有歌曲也超过应该有200首，现在全部加起来300首以上，我要需要很多的灵感跟创意，好，就要靠这个。好，第三根针百会穴，那很多人跟你说百会穴不能扎。要看，你不要像人家这个直直插嘛，因为你不可能插进去，你头盖骨那么硬，所以这个叫延皮刺。所以这牵扯到就是，你如果真的按摩，有的人是很强烈的直接垂直下压，指压，很多人是这样按，或者用手肘给他这样垂直按，这个就直接下压的，会下得很深，没有错，可是会比较痛。那还有一种按摩，侧面按的，你们很少体验过。你若真的像腰部真的很有问题的话，你再按腰部穴道，按到很大力，你才会减缓。可到时候你要换按摩师，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力了。你要越换越强的，那你的肌肉会伤到，同时没有解到，那怎么办？从侧面。所以我这个进针角度是跟按摩角度意思一样，我是侧面进啊，我不是直刺啊。所以现在有第二概念给你。你的经络按摩不见得是一定要垂直讲，不见得是要很大力，因为我要教你们的按摩不是用力量，用力量的都是蛮力，你容易受伤，因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基本物理，你东西打在这你自己手不会受伤吗？像我一天做100多个，如果这样超我早要挂掉了，所以要什么？不是用蛮力，你要找要以柔克刚，它最硬的地方你不要硬碰硬啊。我看很多按摩或美容师那个很硬，他刚跟他讲说你再大力一点，这时候你心里千万不要认同他，你越大力你越累越损伤，你要跟他讲这个比较顽强的你要用智慧自取，不要力抵。
所以从旁边旁敲侧击。好，我现在扎百会，正中央，鼻梁之上，跟耳尖交叉啊，一样，近身角度一样。我的中指，左手中指就是角度哦。下周还会再讲详细一点了哦。好，我这样近身角度就完成了。如果扎很快哦，是为了让你们看哦，所以才慢一点。啊，一样，真名在这，啊，这样就进去了。啊，近身完全无阻碍，就这样推啊，也不会痛啊，真的连蚊子咬还我还比较痛，我住山上蚊子比较多，现在越扎根本没感觉，所以你要理解身体是空的，你真正在按摩或是针灸最高境界是身体没感知的状态下放松毛细孔跟细胞，你进入它的空性，每个细胞间都有空隙，每个经络跟穴道间都有空隙，而且穴道本身就是什么空隙，不然怎么扎进去？很多人呢按那个肌肉按了半死，按骨头痛的要死，你都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先给各位一个建立一个，上午是建立一个基础概念，就是穴道本身就是空隙，它是空的，它是一个，所以干嘛叫穴？就是一个孔洞嘛。你再把它想，你要说它是黑洞也可以，它可能是透过这个孔隙到达另外一个时空。我现在讲这个，你觉得可能好像太夸张，什么叫到达另外一个时空？但是我讲的是事实。怎么说呢？经络里面有一个叫灵龟八法，灵龟八法针对重症者哦，它这个灵龟八法还跟易经有关哦，跟河图洛书也有关啊。哎，我问一下，有没有在看动漫的？有他举手，没有？哎，好，果然是救生这个啊、哦，有相应要看点动漫。看动漫你会觉得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假的。那我会跟你讲，看动漫的那些很有可能是真的。很多动漫你会看，现在很多动漫叫什么修仙系列啊，什么练什么什么系列，我觉得它也不是瞎掰啊。它是按照道家经典去写的，比如说练神，什么叫练神？你心里的精神力不被外物所干扰，你就是练神。哦，这很简单嘛，哦。那灵龟八法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怎么带，应该有。看一下。好，有带。这个古代用一大堆计算啊，或者说你如果懂一些什么像什么地理风水，你看有人掐指神算，或者什么什么算八字掐指神算，古代也是类似这种要掐指算什么算的一些重症者，比如说像癌症，比如说像这个大肠癌好了。那你要处理大肠癌，你要走哪个？要走那个大肠经，手阳明大肠经在我们食指这一段。好，那手阳明大肠经，那什么时候适合按摩？如果是重症者，你要怎么处理它？癌症，特别是癌症，这时候古代就有这个东西。相传这叫灵龟，他用灵龟就是相传古代的这个皇帝走在黄河上面哈，忽然有只乌龟浮上来，浮上来就画了身上有些记号。什么宅九履玉啊，哈，对吧？这种点点，什么左三右七，二四为先，六八为主，这个专业术语听听就好。反正就是八卦的东西了哈、哦。那就是这有点神话啊，确实是神话。然后就他悟道，然后就演化成中医的系统，就叫灵龟八法。他就透过这个天干地支，我现在讲这很复杂，你们有兴趣再去玩哈、哦。因为十天干就甲乙丙丁戊己壬辛啊这些哈、哦。啊，十二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十二地支这个有，这个就是这个，课本的后面这个很像罗盘这玩意，就十二地支，所以一天有二十四小时，有十二，它是两个小时称为一个时辰，所以有十二个时辰，十二个时辰对应到什么？你的生肖，啊、哦，比如说现在我们看一下是现在是几点哈？九点到十一点，朱太阴脾经嘛。脾经管血液嘛，那这个也，如果按照这个子时来讲，子时是11点，晚上11点到1点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
你就这样来对，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你的生肖，你可以知道你大概是哪一个宫位，你可能哪一条经络就是你本命上比较弱的，这样理解哦。好，这个只是告诉你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这个时间呢会按照不同的五脏六腑的经络会不同给它能量，所以我现在从现在开始讲之前都没有瞎掰哦，所以我怀疑古代那些人真的很厉害，他已经知道星际间的能量传送，他告诉你，比如现在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哈，现在九点到十一点是足太阴脾经，脾经是管什么？管我们的肌肉四肢运动，所以你七点到九点是足阳明胃经是干嘛？你胃部已经空了，准备吃东西，所以很多人会这时候是吃早餐嘛。那古代人不像现在人，大家都是很多坐办公桌，古代人是农业社会啊，他出体力活哦，所以他肌肉要够力啊，所以他到九点到十一点应该都在务农嘛，种田之类的，所以脾经要有能量，要有血液供给，所以要有肌肉，所以脾同血，好、哦，主四肢运化，统领我们的血液，还有呢。主要是四肢硬化就是运动，所以你要去做什么跑步啊健身啊，这段时间可以了。那我经常下班有时候晚上看到那个大猩猩俱乐部那个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在那边健身，你有没有看到，我就拍拍手在门口玻璃拍手，哇这人好不懒，因为霓虹灯光照下去很像在酒吧一样，很漂亮哈、哦、而且发现很多健身真的对身材引以为傲，所以他穿的都布料都会很少，不然显不出他的身材，像我就包很多，因为我没有肌肉，只有一块肥肉、哦、好，讲这是什么，这就是时间。空间是什么，空间刚才讲就穴道，你为什么要按压这个穴道，说明会 有讲你为什么按压刺激内关穴可以强刺激心脏让它不会停掉，为什么不是别的位置，穴道就叫空间。刚才讲这个时间，十二时辰就是时间，时间跟空间的组合配合天干地支，所以要转盘要转，你要看用农民历去查今天是天干地支是什么，什么甲乙年，今年是甲辰年嘛，啊什么什么什么月什么日，你要对这个哦，待会传过去给你看，对了之后它会有一排的穴道还有一排的时间，你就知道啊这个人这个时间这个时辰这个穴道打开了，它下面有八个穴道，这个穴道打开了，你在这个穴道去做治疗，效疗会效果会比平常的三到五倍，至少三倍了，我自己经验至少三倍，像我就处理过那个中风四肢瘫痪，四肢瘫痪哦，躺在床上还插一个尿袋，哎，都全部让人家服的，做了他两次他可以至少可以走，虽然另外一边另外一半还是瘫痪，但是已经好很多了，我就用这个灵龟八法，而且我还没有下针哦，因为这医疗法不能针灸啊，啊，那时候就用什么？用按摩之外，还用个艾草，艾草条，知道？艾草山里面有时候找还会找到、哦，把它拿来晒一晒，你就把它滚一滚，就变成艾草条，或者你要点香也可以。我当初是用艾条把它熏了，它就有改善。那为什么用艾草熏会改善？因为艾草是补阳气，艾草补阳气哦，哦，艾草它是补阳气的、哦。为什么？端午节家里门口是要弄艾草，没有弄艾草举手。好、哦，现在来不及了，没关系，偶尔熏一下。因为古代认为。这个艾草是至阳之物，可以去邪气。好，这个到时候传阅哈，自己再看啊。有兴趣再深入研究，因为这个它转这个盘子，你要去对哦。大家都可以玩玩看。它后面是十五流注啊，是子时跟午时，这个我比较少用。这个我前面我就比较好用，我就用前面蓝色的那个灵龟八方。你就配合那个农民历的 APP 自己下载，它就可以用。那你不要找当天。当天如果重症的找你，你要跟他讲你是专业的，只接受预约制啊，请在啊十五天之后才是黄道吉日。
我讲真的哦，像我妈，那是我妈朋友，我本来不想去住什么万方医院附近，因为我真的很懒。妈妈的朋友去，第一个钱不能收太多，第二个就是会很啰嗦，因为妈妈在旁边会很啰嗦。哦，这是我妈妈的朋友的儿子中风，40岁，啊，那迫不得已，因为被我妈念了很多次，说啊那么年轻中风，帮他看一下他再去。好，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啊，先约好，我就用这个灵龟盘先转好天干地支，比如说今天是甲乙日，我就告诉他，哎，什么什么日，啊，我对几月几号那天我再去，来告诉他下午3点我才会到，3点到5点这两个时，这两个小时里面会完成，帮他服务就对了。过了那个时辰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跟他讲好时间，有人会给你迟到干嘛？你要跟他讲，迟到的损失是你不在乎。你错过了黄金时段，哦，黄金堪吉很，现在黄金很贵哈，听说有人在那河边在开始在捞金子，黄金时段是救命时间哈，哦。好，这个你理解哈，哦，你再来概念，你在按摩不是只是死死的按摩一些肌肉，你是跟天地间的能量在交融，你可以补到天气间的能量。相对的，有人会认为你按摩很多，哪里会很累？那代表你的能量这个系统没有打开。为什么以前可以一天按摩100多个？100多个不是小数目，这样超还可以混得到现在。想到这，我今天才好笑。早上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年轻人跟我要身份证。那个年轻人是20岁，我说你要身份证干嘛？那你看起来不像60岁。我现在讲觉得也很夸张，但是真的是梦，我到现在还记得梦。早上今天才梦到说，哎，欸，看起来不像60岁，我要检查身份证，是不是60岁？哦，我看他像20岁，好吧，就给你检查嘛。好，好，现在有这个概念哈。第一个，我们身上会流泄能量的地方有几个重点。第一个，眼睛很会流泄到能量，所以我们讲说，关一个人叫什么，有没有？有没有精气神，就是看什么眼神嘛，眼有没有神嘛。但是我眼睛这个神，因为这个哈，哦，追剧啊，刷什么手机啊，每天都在流失这能量，所以古人讲这个4个字叫闭目养神。哦，每一次闭上眼睛可以养你的神，养你的精神力。所以你会流失能量的第一个是眼睛。你去坐公车搭什么捷运，你看有人他目露凶光，他就是在流失他的能量。遇到那个很凶悍的人，哦，你不要对着他也散发的能量出去，不需要，这样你会耗损元气。我讲真的啊，因为我待过精神病院，这种目露凶光我看太多了。这时候我会跟他交对，他会看着我，但是我是目标看着他，但是我的眼睛的力量开始往内看，他看到一个目光哈，哦，呆滞的家伙，他终于不敢动手了。不然遇到这种人哦，你不要激动，那种其实很好对付，你就看他冷冷，你就现在当作我是一条狗，不会叫的狗就是会咬人，哦，我就散发我是一种不会叫的狗。通常那个人看个大概最多1分钟他就走，他不敢看我了，因为我没有在看你，我是这样。看起来好像在看你，事实上没有在看你。但很多人就是不理解，看那个人哈，哦，好凶哦，你就看他，他说你对我敌意哦，他就给你暴露，他就想对你哈施以暴力。这个就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神要内敛。所以道家很多那种叫暗语啊，你讲一句神宜内敛，什么叫神宜内敛？哎，你不是一天到晚，你第一个你搞不清楚什么叫神，第二个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内敛，眼神看，但是不要耗很多心力往外看，哦，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丧失的能量就是什么？你的手，因为手这个有6条经脉，10根手指都在每天都在流能量出去。然后现在开始我进来讲哈，这个第一个手太阴肺经，肺部。我现在讲一个比较抽象没有具体的，如果要很具体按照书本，哎，回去再看就好了。就你就用一点想象力，你的肺部它之所以存在会呼吸，是有无形
的高我能量传达一个类似像网路，传一个网路的能量进来启动它，先天一气你才能呼吸嘛，那个呼跟吸不停息，它在运作，它有个能量在运行，然后它运行的轨迹大概是这样，在拇指啊、哦，靠近拇指这边，左边右边都一样哈、哦，左手右手都有。那我们的手啊，这会绕的叫桡骨，木字头哈、哦，木字边，尧舜的尧哈、哦，叫桡骨，会绕，沿着这桡骨的缝隙到达拇指，这个叫手太阴肺经。至于为什么叫太阴呢、哦？这个就跟易经有关了，也不用理解那么多了哈、哦。太阴、太阳、少阴就是专有名词，这再讲那就讲不完，这讲易经的乾坤升六尺一大堆，古人那一套，就有一个概念，它是阴气经络。阴气经络什么叫阴呢？你就用想象嘛，就是比较沉淀的叫阴嘛。好、哦，照得到太阳的，古人认为这叫阳；比较照不到，因为古人都是他们种田啊，照到都是背部嘛，他都弯腰种田。所以他就把这个当作阳，因为一直吸收太阳能，照不到叫阴啊、哦，你可以这样理解。那另外一个理解就是阴代表什么沉淀？有人说阴代表这个女性，阳代表男性也可以，这是一种说法哈、哦。然后比较生气活泼的，它也叫阳啊、哦。好，先有这个概念讲。所以手太阴肺经从肺脏到拇指。所以拇指头你这样掐一下，这样掐会痛的请举手，这样掐拇指边缘这个，这样掐用指甲掐一下，这样掐轻轻掐会很痛的就举手，不会，很正常。如果各位有做业务员的话，不管是卖汽车卖保险更好，卖灵骨塔更棒哈、哦、你这样一掐说哇就这样，你这个灵骨塔应该多买几个，因为下一个就用到，一直肺经了。这边轻轻掐会痛，代表三天内你一定中风寒、啊。有可能最近不是要什么说什么要什么流感要流行，对不对？很简单，你跟他握个手，我帮你哦，你说你对这个有内行研究，把简单的哈、哦，就玩一下这个游戏，一掐哇，他很痛，那就肺部受到这个可能是细菌啊，或是风寒，肺经受损。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测，好，你默念自己名字，然后你自己这样勾一下，看能不能松开。默念自己名字哦，啊，用大力点，看能不能再松开，还是不能嘛？好，很好，现在拉别人，先跟左右邻居讲好，好，你现在随便一个就讲好，谁先拉，谁先被拉，好，开始了。第一，现在先做第一个不念名字的，不念名字，大力拉他，看能拉开。哦，那人很松嘛。好，现在第二个用念名字的，念默念自己名字的。谁念？我念他吗？没有，他自己念自己。你还不见得认识他，对不对？他念自己的名字，测一下。念自己一个。有没有比较强一点？有哦，对，所以你要知道姓名学有没有用？有啊，你的名字就是力量。哦，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很抽象、很玄学。哎，你没有人啊？来，救生拉一下。哎，你们两个可以拉。好，拉过哈。所以这个是日本有一个什么博士叫大孙圈的做法哈、哦，但这可以测很多东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很紧张？不管是什么宗教，有人西方会念什么主耶稣基督啊，东方会念什么观世音菩萨、啊，有没有用？哎，你自己测，哎，好像有用。可是另外一方式，你念自己名字有没有用？也有用、啊，好、哦，但是有个状况，你如果生病的时候，你去拉的时候，哦，你对方强力一点，你说哎，拇指跟食指上松脱了，那代表什么？哎，肺经。但你只是学到第一个，肺经是拇指，你拇指的力量，这环状力量不强的时候，代表你能量宣泄，你宣泄你就扣不住了，这样理解了、哦、好，第一条讲完了、哦、手太阴肺经，方向大概从内脏到指尖。好，第二条呢，有阴必有阳，
阴是内侧嘛，刚才讲这是内侧的阴气，阳气是外侧哦。阳气的一样，这个骨头刚才讲是桡骨，桡骨内侧是肺经嘛，桡骨的外侧呢，外侧这边就是手阳明大肠经。手阳明大肠经它的起始点就不一样了，不是从内脏哦。我们刚才肺经是这样到指尖，那古人认为哦，到肺刚才是到拇指嘛，到拇指不知道到哪里不知道，但是无形的空间中突然它就设定哦，大肠经经络就从食指开始进来。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古人就这样设定，可能古人比较通心计，可能这个拇指哦。啊，拇指到了天际呢，西方哈、哦，不是极乐世界哈、哦。你要说极乐世界也可以，因为肺什么，五行肺属金，现在秋天哈、哦，跟肺有关了。肺属金呢、哦，金代表什么？金代表锐利嘛，秋收嘛，还有什么经常听什么？看连续剧秋后问斩，为什么不秋前问斩？没想过哦，为什么要秋后问斩？因为万物收场嘛，很多都该死的死，能量已经萎缩了，要进入冬天了，要冬眠。所以你最近住家里面看到很多什么蚂蚁啊、虫子开始毛起来搬东西嘛？为什么？它准备要进入秋收，要冬藏啊。所以秋后问斩就差不多是秋天和冬天之间了，那时候能量萎缩，斩下去最好斩，那血不会喷太多，真的、啊。我妈距离我那个时代不会很远的，我妈现在86岁吧，她小时候就去看过秋后问斩，很小时候，他们那个地方的风俗认为，还有一个风俗说。秋后问斩的血哦，要沾馒头吃了之后，从小哎，你有听过哦？没听过。听过。从小吃了之后会怎么样？没吃过。没吃过啊？有听过血馒头。啊？有听过血馒头。然后嘞，吃了会怎样？没有吃过，不知道。哎，我妈吃过，但就在村庄，但是呆不知道，好像很小，人家沾了那个杀人犯被斩头喷的血，沾着馒头给他吃，他觉得。从此这一生不怕邪魔外道，所以他有遇过鬼了。以前我们家开补习班，半夜那个打字机会自己跳，本来以为是老鼠，后来不是，我妈就啪跟着鬼，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也看不见，跟他叫嚣，没事，老人清梦，来，我就跟今天陪你，看你是什么到底一回事。后来他翻了前两天的学员，有人没来去打电话去问，哦，那学生就挂掉了，可能缴了学费了哦。但你们一定可以完整上完，我祝福各位哦，绝对没问题。好、哦，我们那学员就挂了，挂了他缴学费，他没有上完，他的灵魂体就哎，你有点这样亏到，半夜跑来打字机，因为我们教除了教中打、英打还有英文之外，还要教打字，打字就自己跳，哦，人家就说好，这个学费退给你之外，我免费教你，你什么字不会打，告诉我，今天就秉烛后来教你。从此之后就没有了、嗯、反正这种很奇特的事情了，这个频率就好，现在你也没有那种馒头可以吃了、哦、好，这是手阳明大肠经，在无形界可能有某一个能量在穿透进来，传送到手阳明大肠经，所以你排便功能不好跟这条有关，所以一样你可以掐一下这个食指的、哦、刚才是掐拇指，拇指是肺，掐食指会痛的频率少，还好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正常。各位，如果你有去安宁病房，或是家里有重症的，比如说癌症的，你摸他这个，你去掐他这个拇指跟食指，通常都会很痛，特别是大肠癌的，是大肠经嘛。而且如果是大肠经这部分，你掐他很痛，通常肺经也不太好，因为这两个怎么样相通。所以如果你呼吸道不好的时候，你除了处理肺经之外，你可以处理大肠经。因为他们会靠得近，所以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邻居很容易帮忙啊，哦，这样理解哦。好，现在反问各位，如果呢，你遇到这个便秘，特别是腹部胀，想要减肥的，你要处理哪里？
哪里？食指大拇指，哎，鼓励，没错，就是这样。很多人下腹部会塞住，就代谢，特别是排便状况不好，你要处理这条大肠经。一样，它很简单，食指进来之后，这不是骨头，贴着骨头走啊。又走到后面，后面就到哪不用管它，就先搞定手就好了。手的在手肘以前，这叫我们叫五腧穴，在原穴里面，这个又是专有名词的。它告诉我们每个穴道有五行，这个也不用特别记，往书上有。反正你要记住，手肘以前都可以搞定。手肘以前搞定的话，所有的病邪之气，只要让它不要在手肘以前侵入到你内脏，你这个人基本上都非常安全。你去看那个肺部咳嗽严重的人，或是那个腹部塞得很大，那个很多宿便的人，通常都已经到内脏，那要处理就比较难了。除了按摩之外，你可能大家去找医生开药吃之类的，不太容易啊。那基本上你要保养的话，手肘以前的穴道做就够了。好，这第二条咯，手阳明大肠经咯，一阴一阳哦。好，第三条，说明会有讲，握起来，两条大筋的中线，这是心包经，心脏在这，手厥阴心包经，厥阴就你就知道先，它是阴气的，那还有个说法，像心脏是脏。脏是没有这个月字边是藏嘛，脏就收藏的意思，脏器收藏血液的意思，所以这个脏也代表阴气，肺脏啊，心脏啊，手厥阴心包经主要是管心脏。好，它一路通哪里？这个缝隙一路通中指，好，中指掐看看。可以大力一点，如果刺痛感，刺痛感请举手。我记得说明会有一个那个男生超痛的，是谁的老公？没有报，太可惜了。不过要感谢他这个配合演出这么好，他这内关穴一压去跳起来，该该叫男生呢。其实他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只要帮人家按摩突然按到内关穴他很痛，或是中指很痛的，其实是一个警讯。如果到中指很痛还算发现早了，你现在压压看，可以稍微大力一点，有刺痛感请举手，没有就还好。说明会那个我猜他一定非常痛，我按他他都已经受不了，叫很大声了，何况这里。所以我跟他讲说他不要去激烈运动，什么什么三项铁人这种都早死运动，还有什么永渡日月潭，我对这个我是毫无兴趣的。甚至叫我去健身我都不要，身体就已经健康干嘛要健，只有不健康才要健身，不能这样讲。甚至国外的国际公司 会很恨我。好，平时呢你这个十根手指头可以压看，所以我有附那个手穴图嘛，到时候我再传一次。特别中指轻压，如果轻压就很痛，就是你要很小心，可能随时都有会停的危险哦。那你要怎么办呢？轻压很痛，我再讲一个理论，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心血管里面已经膨胀到一种压力的时候，你就想心脏，很多人心脏出毛病是爆掉或阻塞掉，就这两种，爆掉或阻塞都是因为压力太大，血管壁压力承受不住爆掉一个，第二个是阻塞，是什么血脂肪高之类的。好，代表这个管子里面压力很大，管子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压在末梢神经它一定有感觉，这是一个警讯哦。那古人怎么急救？直接放血哦。所以我有时候这里还会准备放血针，但我是不愿意放手指的，放手指因为有时候创作音乐要弹键盘了，会比较痛。所以你不要等到那个很严重了，真的很严重那要放血。好，心包经管心脏哦，到了中指，你只要这样概念就好。好，它就跳了。他又不是从中指回去，刚刚那个肺经是拇指，他也不从拇指回去嘛，他大肠经从这个食指嘛，你那个心包经出去之后，不知道从哪里，从心肌中的接轨，接到另外一条能量，接什么？接无名指，然后走什么？走这个手腕的中线，刚刚是在个桡骨的边上，现在走这个手腕中线，这叫三焦经，听懂这概念就好了。
三焦经代表什么？上焦心肺功能，东焦消化系统，下焦泌尿系统，泌尿跟生殖，先有这概念就好了。也就是说，它出去之后，心脏心包经出去之后，开始接什么？调节全身的系统。好，这个为什么要焦？我们这个有国外回来的哦，这个东方文字稍微讲一下，焦这下面四个点不是水哦，是火。三个点叫做水，好，比如说什么河流的河，它要三个点，四个点的叫火，在道家系统或象形文字里面就是火，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所以它是火的意思哦。那这下面一个人，这两个土，它的意思说我们人就是，所以这个西方神话说人是用泥巴捏的嘛。是吧？亚当夏娃嘛，所以是土的意思嘛。那焦的意思是说，我们吸收食物要有火来蒸煮，上焦有上焦的，中焦有中焦的，下焦有下焦，好、哦，有这个概念。所以还是调节全身。好，三焦经知道哦。心包经出去，心脏跳到无名指，三焦经要进来。好，再讲最后一个喽。心经这个最神秘。因为照经络书来讲，手少阴心经的哈，这叫少阴心经。心经跟心包不一样哦，这只有一个字哦。刚刚中指是心包，有两个字哦，这两个字哦，这两个不一样哦，不同哦。而且心经很奇怪，它的起始穴在腋下。你怎么想都觉得很怪，为什么心经在腋下？它不是在内脏，那这条经络到底在管什么呢？好、哦，管忧郁症哈、哦，管精神的，精神病。只有这心经不一样，它不是从内脏来的，它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腋下。那你做美容，它叫腋下淋巴，腋下淋巴跟什么、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关联，你就觉得很奇怪哈、哦。那我自己的感觉，我在静坐的时候感觉是心经它隐藏在心包经，就我们这个心脏的里面的一条隐藏的路线，我不会形容。然后你现在经络上可以找到的出口，你只能找到是极泉穴，就腋下这个穴叫极泉。然后呢，那你就用一点想象啊，它就是在心脏里面一个某一个点，接近中心点，那从心脏的里面出来，慢慢伸出一条隐藏路径，从这腋下过来，走这个尾指的、哦、小指头过来的、哦，然后再接一样，这时候它接进来也不是接尾指，一样是接无名指。刚才那个是接无名指的靠中指这一段，这个接无名指靠近尾指这段，这个是手太阳小肠经，接外侧是小肠经哦，内侧心经。手上一心经，外侧小肠，手太阳小肠经。好，这两个经络有点怪。这个刚才讲这个叫桡骨，这个叫尺骨，一公尺、两公尺的尺。所以这样都是以骨头为界哦。上面骨头为界是肺跟这个哈、哦，肺经跟这个大肠经。下面的尺骨为界的内侧是心经，外侧是手太阳小肠经。太阳小肠，小肠是主消化吸收嘛，知道哦。好。所以你从这可以理解古人怎么治疗忧郁症，心情不好的就是这样，怎么样？晒太阳啊。他外面不是手太阳小肠经吗？刚才不讲手太阳小肠经，晒太阳就会改善忧郁嘛，把身体一些霉气坏运全部晒掉，把它净化掉。哦，那西方也认为说，西医认为忧郁症的要晒晒太阳会就比较好嘛。哦，所以也不是没有道理哦。好，六条经脉搞定了，待会我们会教那个各位怎么样去刮痧跟按摩它。好，中场休息。